苹果要揀多条纹嘅，有白色点点嘅就冇咁甜。香蕉有芝麻点嘅比冇嘅甜啲。香蕉病发青嘅可以摆多几日。火龙果要揀更加饱满嘅。哈密瓜纹路越粗糙越甜，纹路越靠近瓜藤嘅就越甜。西瓜呢个位置要揀大嘅，而且纹路越阔就越好食。番茄揀粉红色嘅，粉红番茄酸味比较淡。如果要炒嚟食就揀深红色嘅，会多汁同埋浓郁啲。